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。行走在青山绿水间，踏遍山间寻遍风味，来自美景与美食的赴约再好不过了。美食成了相逢的媒介。干杯！毛肚是四川人涮火锅的必备，魔芋版的素毛肚是长阳美女的最爱。年轻人的想法天马行空，新潮的美食才大放异彩。麻辣的口感很是上头，却又多了几分素食的清甜。滋的一声，便开启了夏日的狂想，与三五好友一起纵享夏日盎然。青江边上的人们从不吝啬这份自然的馈赠。衡阳的魔芋，今天这个食品呢叫做魔芋素毛肚，它也是一个我们现在通过高山的魔芋深加工之后的一种休闲食品。休闲食品成为了魔芋进城的主流大军，口袋间的分享传递着这份来自八百里新疆画廊的悠悠历史人情。希望大家和我一样爱上新疆味道。